正手往前了，对对，中小心，对，不错，对对。桌球国手陈居贤甲冰河国小小朋友一个一个对拍，也针对着小朋友的缺点来进行指导。头一届会当甲国手来拍桌球，小朋友拢是拍甲相当紧张。他们的速度算动作有点太大，可能需要再小一些些这样子。啊，所以这整体来讲应该还不错啊。可以可以，不错不错。感觉很好玩，怎样好玩？就是。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有让你的球技更进步吗？有，他很厉害，怎样很厉害？就是每球都可以接到。那你有学到什么吗？学到了技术。由南投市公所所主办，南投市桌球委员会来协办，今日伫南投馆体育场连续举办着五天的桌球校联营活动。主办单位指出。除了有真侪喜爱拍桌球的囡仔，才就是滨湖国小桌球的选手，也拢已经代表着南投出去比赛。希望透过培训，这场小小的选手未来都会当成为国手。平原国小是代表我们整个蓝图是参加全县的一个比赛的小国手，希望这些国手未来不只是可以代表全县有好的成绩，另外也可以代表全县来争取全国以及国际上的一个荣誉。咱这个桌球夏令营哦，用基本第二届，还有讲过，只要这样的学生囡仔人欢喜，每一年每一届，伊拢要继续来办啦吼。啊，尤其今日哦，今日是咱的合考，咱的教练哦，啊，甲咱一挂国手来甲咱南投，甲咱这主力兵哦，来甲因训练，来甲因指导啦吼。会当甲国手来拍球，小朋友拢真把握机会，一个一个排队来轮流拍球，希望会当对国手的身上得到更加侪拍桌球的技术。记者陈婷采访报道。